上回讲到，天下间有二大神功，一系葵花宝典，二系有神功护体、刀枪不入嘅暖男金钟罩。一旦练成，就可以权倾天下，呼风唤雨，用暖男威力将女人技术性击倒。第一招，沙拉希哟！当女人觉得尖寒尖冻时，就是她们最脆弱的时候。这个时候为她披翻件衫，用你的余温温暖她们的身躯，那就可以轻而易举俘虏她们的心。第二招，卡尖卡哟！以为撕烂了件衫就咁俾你行过去，少女你未免太年轻了。阿 Stefana， 话掂你都要抱起我嚟行，点解仲要撕烂件恤衫嘅？Baby， 最惊天动地的爱情就是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这招除了令你抱得美人归，还可以将自己立于一个不败之身。你看看他几敢动。第三招，行差拿哟！在这个时候，你不需要以力制敌的，撕开件衫啦。这招你不单只可以用肌肉保护所爱，还会令他迷恋你一生一世。第四招，莫斯索哟！想练成暖男金钟罩，成为一名知坑识剑、纵横天下的一代暖男，又点少得一系列奢华品美礼券 ？Celtis 成 Godiva 冧女友呢？啲雪糕喺边啊？雪糕吓，嚟。你心谂乜嘢？你估我唔知咩？我知你中意食 Godiva 雪糕，所以一早买咗啦。Let's go。嗯。咁做咩仲要撕烂件衫嘅？所以咁 fit， 唔系唔 show 啊？而家只要嚟加德士入汽油，就可以优惠价换购加德士成 Godiva 奢华品味礼券。你睇，想成为一代暖男，冧尽天下女人，真系话都冇咁易。